过大海准备两日一夜食爆个胃。我入去啦！超过160个美食摊位，五大主题食街，21间来自北海道食肆。今年中目主题北海道村。呢度有生蚝食噶，蚝味好浓，好味。14间餐厅食肆，20款不同风味火锅。咁我间房啊，你睇几大？先着房店物，教练好似好轻松，都系坐低睇下表演好过。四个主题区有体验型，好似高空逃离火场。哇！死咗啦！仲有电玩型，高空打坏蛋，唔够30分钟已经玩到好攰啊！去手上街找地道葡国菜，土生土长葡国人 Anna 主理，卖的是 Anna 家的味道。沿途会见到旧船厂，又有澳门旅游塔、西湾大桥，最好玩冰雪玩乐区。